受五戒，受菩萨戒，但是自己的本师啊，啊，或还有人可能是受比丘戒啊，这是我们的本师啊。说这个佛法啊，啊，最主张啊，最注重啊，啊，师承嘛，师承教导啊，就传灯啊。啊，释迦牟尼佛的法，这个智慧的光明，这个智慧的灯，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啊，所以我们的师啊，就是把释迦牟尼佛的智慧的光啊，传到我们的心里面来啊。所以这个师的恩呐、啊，这奉上师的恩呐、啊，胜过于父母的恩呐、啊。啊，父母所生的是我们的肉身呐、啊，而我们的师呢？他是给我们我们的慧命，是我们得到慧命，所以我们要尊师。那么距离大约很多位啊，那不是这个情况，但是没有啊，这个直接啊，从老法师那儿得戒得皈依啊，但是是我们居士林的导师啊。那凡是居士林有听过法的人啊，都是师啊，所以听过人说一句偈呀、啊，啊，说过讲过也都是师啊，都应当尊重啊，都应当饮水思源呐、啊，都应当感恩呐、啊，报恩呐、啊，啊，所以我们这一个呢，就是尊师，啊，知恩、感恩、报恩，啊，所以出现七个七的道场，啊，大家发自内心的。啊，我们显教的密宗的啊，大家都踊跃参加，这个应当赞叹啊。再有，我们的因缘很巧啊，不，这个啊，也不是人为的，自然的安排啊。这个最圆满这一天就是阿弥陀佛诞日啊，我们是一个念的这个念佛的这个一期啊，来作为圆满，而且是念佛的道场，而且圆满的日呢，就是这个阿弥陀的圣诞。这也说大家的愿力，老法师的这个善根福德，皆不可思议啊！所以这个事呢，是很啊很殊胜啊，应当赞叹。那么杨居士啊，相约啊，让我在啊，我这两天八居士知道，他怕我不能来，正是心脏有些不舒服，就是业力吧，有些感冒等等。但是我这个总是佛恩加倍吧，我说怎么也得来一次啊，啊，今天嘛还就是来了。那么最近呢，虽然是有些不好啊，可是这个我是这么一个人，我就是个亡命徒啊，啊，最近得了一些书啊，那么就各方面来的，啊，这一本书啊，这是这个文化大革命之前呢、啊、读过啊，再读过不止一次，今天又来了，就是读了几部书。啊，这个所以佛法就是不可思议。孔子也说温故而知新呢、啊。所以说这个我看过了就算了，那、啊、你再看一遍啊。啊，所谓一番拾起一番新。啊，所以这次读了之后啊，收获还是很多的。那么今天我要用这本书来啊，做内容来向大家来供养啊，那、啊、意义也很深。这个书叫做。北京话说脚虎集，脚虎集或者脚虎集是吧？长了几个老虎。他这个是就是根据云明大师的这个记录，有禅有净土就犹如带脚虎啊。现在为人师，将来做佛祖，所以有禅有净土，在禅宗你是开悟的，念佛能念到一心呐、啊，这是有禅有净啊。这就带脚之虎啊，虎就是很稀少啊，勇猛啊，兽中之王啊，这是带脚之虎、啊。所以这个里的集子呢，就是咱们平常讲的这个净土中的一些的这个书籍啊，这个这个说法的人就不一样了，都是带脚的老虎啊，哈哈，都是禅宗的大德。啊，所以今天我就从这里选一篇啊，今天对咱们合适的。我们这里有什么好处呢？那么我们净土宗的书不够吗？那为什么我们要找禅宗人说的话吗？
因为我们有很多人呢还不免有这种想法，尤其知识分子啊，总觉得我要是根基好我就参禅了，是吧？啊，那个禅嘛，善根立志啊，啊，这个啊，这个念佛啊，总是有点看不起啊，这是愚夫啊，啊，这就是勉强能够念呢，也是觉得我这是不得已，我没有办法。那么对于这个情况嘛，那这部书就有好处了。这都是禅宗开悟的大德，他开悟了之后他要学净土，而且他要弘扬净土，所以这就说明他不是上根立志去修禅呐、啊，这个中根下根呐、啊，只好学净土啊。那上根立志不但是学禅了，禅开悟了，大开悟了之后，经过几十年的修持之后，他还要修净土，还要弘扬净土。所以我用这个里头的材料，就是说明什么呢？就说明是千经万论共旨，十方诸佛同赞的法。啊，你不管你哪一宗啊，你禅宗的大德，最后他还是要三一直净土，弘扬净土。所以这里面就可以更加我们的信心了。那么这里头有很多来说这个净土中殊胜的话，这类的话我就没有选了，因为大家都已经参加念佛道场了啊，打念佛器了啊。当然对于这个法门的殊胜，对于他的有一定的都有一定的一些了解了，是吧？所以这方面的这个我就没有啊选了，我单选了一篇呢，一位禅宗灵济宗的大德开悟的人，他啊谈这个念佛啊修行的要领，应该说啊怎么得到成功啊，我觉得就是替我们总结了。就是一个参禅开悟的人啊，但是我们看的时候可以感觉很深，就跟某一大师的那个弥陀要解就不谋而合，所以没有这些宗的分别啊，在印度根本不分宗啊，是吧？马明大师所以称为八宗的祖师啊，是吧？在印度不分宗啊，本来是圆融，不是一个整个的。那这个密教的大手印大圆满呢，都是禅宗的见解啊，所以这种大见解开悟成就之后啊，他们说的话，所以今天呢，从这里头选一遍。这是古山的古住持啊，临济宗的祖师，叫做允觉元贤禅师啊。他这个很年轻啊，听见和尚的偈子就想出家啊。后来这个遇见了善知识啊，这个一步一步的深入，后来大彻大悟啊，大彻大悟啊。是他最后的偈子是金鸡夺破碎地琉璃，金鸡啊把这个地琉璃啊给一下给钳破了，这就说明我们的智光发现一下子把无明课打破了啊，钳破地琉璃，千歇万休自知啊，千万也歇了，千也千万般也歇了，千般也休止啊，只有自己知道啊。所以到了禅宗他正的境界，那不是没悟的人所能够体会所能猜测的啊。所以虎禅师说神秀啊，那对于六祖啊他就是摸不着边啊，他对于六祖他只能迷信的、啊、他说这是我师父把衣钵给他的，他一定比我强啊，哈哈，到底六祖是什么境界？神秀是国师 啊他不知啊，所以是万谢千修直自知啊。稳卧片环天正冷啊，我这片环之上我这稳稳的睡觉，天正开朗啊，万里无云呐、啊，这说明他的心境啊。啊，无复啊，前山无复雨纠啼，这斑鸠啊下雨它要下啼哭，天冷了，前山那个斑鸠啊不那叫唤了
这个境界啊啊，这是这样的一个大悟的啊，大悟的这个祖师啊，他最后就是特别信这个六字弥陀为末法精粮，念这个六个字南无阿弥陀佛呀、啊，是末法的精，就是我们得度的唯一靠这个啊。他就做了一个叫做念佛要旨，开始大乱啊，这里头这个内容啊很好，所以我就觉得啊，我们可以这个啊，从另一个角度，庐山嘛啊，横看峰岭，隔看重峰啊，啊，我们净土大德说了，我们看看禅宗大德怎么说啊，啊，他这里一共是啊是六条啊，这个第一条啊叫做近净土较远。这个净土这个教它的根源是什么？根源是什么呢？就是以前佛呀，佛都是为了一个大事因缘出现于世啊。这个法华经就讲啊，一切十方如来为什么在世间出现呢？因为一个大事因缘呢、啊、这个因缘不是个小因缘，是个大事情的大因缘呢、啊、所以它出现于世啊。啊、这个大因缘是什么呢？就是开示悟入佛的知见啊。那大事因缘出现于世，就说种种法普斗群机啊，都是要开示悟入佛的知见，是习气的一些污秽啊，恢复本人的本来的光明。所以佛这个开就是叫大家明白自己的本妙明心嘛、啊。大事因缘就是这样一件事啊。说种种的法观机斗教，就是为什么呢？就你现在有习气啊，你就是习惯，你很多的多劫以来的不好的习惯了 啊， 啊，这个很脏啊啊啊，把这个去掉，恢复本来的清净光明而已啊，就是为了这么一件事儿啊。但是基地不一，教义千殊啊，这个根基是不一样，人千差万别。咱们在座这么些人，我就敢说。绝对没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人之不同各如其面，长相没有一个绝对要都一样的就会糟糕了，都分不清了啊、长相没有一个一样的，这个根基也没有一个是彼此相同的啊，所以教义千殊啊，所以因为根基不一样，所以如来的设教也就有千差万别不同。在这里头求其修持罪欲，大家看啊，这禅宗人说，不是我们净土人自己说啊，我们老王哥卖瓜啊，就说我的瓜甜呢、啊，这是一个禅宗跟净土人大家都是相当对立的啊。这禅宗大德的话，在一切法中种种根基不同，但是这种种法中求其最易，挑一个最容易的啊，入道最稳。哦，现在有好些不稳呐、啊，你这个参打坐，打到了不倒单呢，他这个是有功夫了，但是他还要出毛病啊，这是眼前的事儿啊，啊，你这个稳当啊，现在这个密宗是很殊胜啊，但是正因为密宗殊胜，所以这个魔王的眷属，他纷纷就冒出了密宗，到处设坛，到处招徒弟，到处传邪法。你这个一下子钻进去了之后，你就万劫不复了，不平安了。你尤其你出击，你怎么知道谁真正是善知识，谁是恶知识啊？所以他好是好啊，他这个就不像这个净土，净土那还有什么啊？一个人说我就叫你什么都不干，你就专念佛，他不管他是什么人之话，咱们就可以听啊，对不对？是吧？你发菩提心念佛吧，啊，这是我最稳嘛，而且是。最稳不光是容易，不光是稳，而且收功最足，得到功效最快的这三个罪责，最容易、最稳、最快，莫若净土一门呐、啊！这是禅宗人赞叹我们的话啊，这一点我们要特别要什么？这别人在赞叹他们，而且真实是如此啊！是不是？他不然为什么他的禅宗道场，他不说我参考你们不要去念佛？是佛就是这么公开的，佛就释迦牟尼佛叫咱们的阿弥陀去极乐世界，没有说你们在我这佛徒里待着别走啊，啊，佛就是最慈悲了嘛，所以以最好的法子来度众生。佛叫他父亲念佛，叫他七万个同本家都是念佛的，
而且释迦牟尼佛的父亲啊，也是现身开悟的，才能得不成法忍的，跟韦听夫人一样啊。所以人呢，最报恩的，最要是父亲的嘛，啊，他救度父亲也是这个法宝。也就是说，就先就把这个净土宗的特点呢，最啊最容易、最稳、最快。净土者是什么呢？就是太虚空中啊，在这个整个这个法界里头啊，有这个国种种的国土啊啊，现在天文学就发现了无穷的世界啊，这里有的是静的，有的是位的。这种种世界有的是静的，有的是位的，静的呢就是清净的，都是善的，位的呢就是刀山剑树，这叫这个种种的地狱，种种的恶啊，互相吃，互相杀，互相残害。啊，他妈怎么什么人去什么地方呢？那么众生要是心净嘛，你就生净土嘛，你心里头脏嘛，就生浊土嘛，自然之理。生到浊土，这障累日深啊，你的障碍，你的这个累赘啊，一天比一天深呐、啊，善法就难以成就啊。啊，生净土嘛，则这个障累就日捐的一天比天少啊。他说没有退缘呢、啊、他这一切都是念佛念法念僧啊，处处都实际增进菩提心呢、啊。啊，你吃点水也增长你的善根啊，喝一点这个八功德水，是吧，闻法闻声看见菩提树的影子，都将来都正果。他说你这一切障碍就消了，善法容易成就。所以故学道之事必须简其敬畏，所以我们学道人就要知道如何去选择这个敬的，去到这个位的。啊，这个净土之中啊，也有种种差别嘛，就更深一层了、啊。许多佛国是净土，许多佛国还也有的是未土的。那释迦牟尼佛这个土就是未土。但是许多净土之中，其最为殊胜者，则为西方极乐世界呀、啊。啊，无量的佛国，无量的世界，当初这个释自在王如来就是世界这个阿弥陀佛的前身呐、啊。啊，他就请佛啊，给他看一切世界嘛。他看了种种世界，他总结把一切好的精华都收在一块儿，他这个发愿啊，这建立一个佛国。所以这个佛国是最为殊胜的。这个世界就是阿弥陀佛的无量愿力、无量功德之所成就。啊，这为什么他好？所以我们老念弥陀经，阿弥陀大愿王。咱们佛法是讲真实啊，啊不讲什么宣传的、啊、这个虚假呀、啊，啊真语者实语者呀、啊，是真实不虚啊。称弥陀为大愿王，就是因为他确实在一切佛中的大愿之中的是王啊，居王，没有人再超过王的了。啊，这一个极乐世界就是大愿王，这个大愿之所成就，大功德之所成就，故其功德庄严。大非知诸方之所能力啊，所以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最尊最就最高啊，就是这样。底下就说了，先说明这个极乐世界了，说明这个容易，再说明这个极乐世界的殊胜。但是我们要知道，这里是有事有理啊，理是本体，事是事相，一切种种都有一个现象。但是我们见到现象，我们要进一步就要问它的本体是什么呀？本体就是离体，相啊，就是事，就是事相啊，不能够偏废啊，不能够只知道本体就不去分辨它的事相了啊啊。然后你说都是录音机，打着这个车，这狗不理说这个录音机的一个本体是就是一样的录音机，但是你看看它种种不同，大的小的，红的绿的，各种品质不一样。这个的使用方法跟那个使用方法不一样，你要不弄清楚，你就会把机器弄坏了，对不对？它事项跟本体都得知道啊。啊，这是举一个很粗的例子吧。嗯，那么什么叫做事？就是经中所列啊，净土一切事项，净土黄金为地啊，七宝庄严啊，这个宝殿楼阁呀、啊，这个一切宝相之所合成啊，一些功德殊胜啊，就不可说了，一些宝网弥敷啊，这个宝珠照耀啊。这宝香普熏啊，这些这个一切啊，这是一切事项。他为理呢，那这一点呢，就是咱们学净土的人往往在这个地方上呢，这个有时候显得不够啊。反正今天能来的人呢，对于极乐世界是真有的，对于他的事项这些都我们都是知道的。
再说极乐世界本体是什么呢？什么叫做理呢？就一切事相不出一心呐、啊。既然说一心，那么我们头一句还容易懂，这就是阿弥陀佛的心呐、啊。阿弥陀佛的心所显现的，这叫做一心。阿弥陀佛的心呐、啊，就是在座每位每位您自个儿的心呐、啊。那不然就是多心了，一心嘛，哎，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所以都也就是每一位行人你的自心之所显现，所以心净土净嘛，我们心净就生净土嘛，啊，你心为的生为土，是在说心跟土啊就不是两件事啊，说到彻底，这连科学家都懂得了。咱们总是把那个物质的东西看成是真实的，不知道现在爱因斯坦他们都认识到，这所谓物质是人类的错觉，没有什么叫物质啊。所以呢，科学家在这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了啊。所以就是一心，所以这事相皆是一心之所显现。既然一心之所显现，这个我们是事跟理就要圆融起来。虽然说本性弥陀啊，弥陀就是你的本性，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当人自性，但是你也还得相信。虽然他只是本性弥陀，你要相信这十万土之外有一个国土叫做极乐世界，其中有佛号阿弥陀呀。啊，虽然是一心呐、啊，这两个有字啊，有一个世界叫做极乐世界啊。其中有佛号阿弥陀，这两个没有矛盾的，没有妨碍。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就是这一心所现呢。啊，虽然这个在这个离体上常寂光中一切都无声啊，自性的无声啊，无声法忍的、啊，但是你不妨直然往生啊。嗯。因为往生，所谓往生者，你这个自心呐、啊，实在是骗一切处啊！你本来就没有来去啊，这是在事相上现的这种情况啊，在本体上啊，这一切都在自心之内，都在自心之内。从娑婆世界到极乐世界，就是从自心啊到自心，有什么叫来去啊？而且就是说啊，所以就是说是这个啊，但是不等于说。啊，那就没有往生了，这就事和理呀、啊，啊，事和理我们要圆融。所以的一切事项都是由心，没有心外之法，这是心所现。这个地方当然很深了、啊，啊，我们这个慢慢的这个读经啊、念佛啊，逐渐对于这些地方啊，自然而然你就会很明朗的、啊，会啊，一天比一天会明白的啊。啊，最高明的人呢、啊，自负为高明的人呢、啊，都想着谈这个理呀、啊，谈心呐、啊，谈性啊，而笑话人家念佛，笑话人家求生净土，这当然不行啊，他就吃掉这个机会啊。那中下之流呢，中下的根器嘛，那就知道我成天拿磕头啊，我都拿功德啊，解牌位啊，这个事情很注意，但是没有知道这一切就不出于自信呐、啊。这个事跟理就割裂了，有的是只明白事，在事上做，不懂得理，这样就有一点的啊，信虽然是很信呐、啊，道理不是很明白的信呐、啊，啊，这就带着一些啊，这个理解上啊就不够了啊，有的人虽然是能够明白自信，尤其参禅等等的。但是他又不修持，不念佛，不发愿，这两个都是有所缺陷的啊，所以因此呢，知道事啊跟理啊是一体的啊，理呀、啊、没有事外的理，理就在事里头啊，因为你的水成了波了，水在哪儿呢？水不就在波里头吗？那波不里不那个波浪不就是水吗？所以那个水是理，理就在智里，就在波里头啊。事也是理中之事，那波长到哪儿了？波就水生出来的嘛。所以波跟水啊，
那就是一体的吗？所以事相和本心是一体的吗？你这样的话，你就有什么好处？你知道了，你就真正相信佛，是这个他们十万亿城去死不远呐、啊。但是我怎么能去得了啊？那里用什么速度也去不了啊！你要知道，这都是在你自心之内啊！啊，那么这对这个往生啊，你就感信了啊！说我们念佛感应道教啊，念佛就念自心佛啊啊！所以他必然呐、啊，自己叫自个儿，还也不叫醒呢啊！所以那么这个就是增加咱们这个信呢 啊，不至于有的时候有的人修了修了啊，在临终啊，他有的时候这一点是很大一个关啊，这个念佛有四个关，其中一个关就是他不知道修行的人有的时候就是你就这一生要把你的业障都了了，所以在你最后啊可以实现一些病苦给你，你有好些业障没有消完呢、啊、让你受一受苦，连玄奘大师都是这样。光大师会有点病苦啊，啊，有一个白发的一丈子高告诉他弟子，他就把这话告诉他，你们不要怀疑你们的师父、啊。所以咱们这个念佛这个往往子念的或有病有什么，自个儿就觉得哎呀，我这个就是不行了，我这还有业力，我这念佛不见功效，自个儿就退心了嘛。啊，这个坚决嘛，这就是自心呐、啊。我们这个我弥陀就是我的本心呐 啊，我这个念佛功德佛一定接引的 啊。所以这个事理要圆融呢，就是上根嘛，就是上根了啊。所以这个你要是执理而废事，就落空了。我只是相信这些道理，你不修行啊，你就落空了。你就是知道这么的这个做功德，这个上供等等这一些，而不明白这个本体啊，那也就把佛看成跟神差不多了。所以我在美国碰着好些人，他是又供佛又供黄大仙，反正我的佛人有大神威，我求他就给我好处。你是这样来对待佛，你这样来对待佛，那这个把佛就庸俗化，把佛就拉成一个普通的这个神仙啊，那么你这个那就那跟那个正信的人的功德差太远了啊，差太远了。这种人呢，连三皈依都没有了。就不算佛教徒了。你既然皈依了佛法僧，你怎么背后上还供黄大仙呢？你不能再皈依外道邪宗、外道邪魔了。连三皈依都没有，你不是佛教徒了。说他这个修行，我们就说他不行啊。说这一点，我们有的人还有的这个关系必须要画得很清楚啊，画得很清楚。那个。所以就是这个把这个就是教缘呢、啊，是由于这个就是告指示，这是一个最高的一个佛法啊，是一个最高的佛法啊，就把这个阿弥陀经这个事情肯定下来，是十万亿土之外，确实十万亿佛土之外有十界名为极乐，其中有佛号阿弥陀，而说到它的本体呢，这个极乐世界和这个阿弥陀就是我们自心呐、啊，这个无二无别啊。有人一说自心，就把那个佛有佛有土，他就觉得好像是说不可信，就不真实了。一切都没有心最真实啊。所以布袋和尚的话呀，执着心是佛三个心字，一切无如心真实啊。又是自心所现，所以最真实了。这一段话是上根立志啊，怎么上根念佛啊？这个要是能够治理圆融啊。这就可以上品生了，嗯，上品生大家要知道，上品生，那你当下的就是大菩萨了，你一往生就是大菩萨了，啊，那远远超过凡圣同居啊，嗯，那等于这个密宗的集成成佛呀，就如那供干上师的，这个是，所以净土宗大家不要看他低呀，啊，不要看他低呀，就到上品生。这是头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念佛要有正信。那修此法门要正信，所以上次这个资粮里头也特别提出来，劝发正信文，我老提这个正信，信心都有了，我们这个正信和这个不正的信，这个功德悬殊的不能比了啊啊，这个。
我们要正信呢、啊，就首先是首要的，三世诸佛、诸大菩萨、历代祖师，都是由于这个正信才能进入这个法门。所以我们这个形式上，咱们到了这儿来拜，真正进没有进佛的这个真的那个门，是不是？咱们进了广进寺的门了，那就看你是不是你有正信了，正信了。若没有这个信，怎么样呢？就迟疑而不决定，我到底修什么好啊？我到底往生来往生不了啊？啊，这个事情一来一生病，哎呦，仙方又用上了，那就麻烦了。你到底信什么？不决定那啊、这个虚浮呢？这个虚浮之心呢，你就不真实了。不要说那不肯修的人呢，就是肯修基因的人啊，你这个这你这没有正信，你的这个信心若有若无，你修一会儿又停一会儿，你就没有那个斩钉截铁的那个能力。所以这个修行须是铁汉，所以咬碎铁秤砣，就有这样的决心啊，不是这个顺了我就修，一不顺了我就啊就放弃了，早就斩钉截铁。没有涉石木鱼，李广啊，看一个老虎的一箭射过去，这个是块石头，后来一看这个箭射到石头里头去了，这心的力量大呀，他认为是不是石头箭射进去了。所以我们修法也就这样子嘛，就是这一句佛号啊。啊，就这么这个如这个倚天长剑啊，一切业障一切什么啊都可以散除啊。我说这样的话，这个犹犹豫豫啊，这个若有若无的，那怎么能够成就这个稀有功德呢？啊，因为我们凡夫的这个心暗识裂，心很不明白啊，暗呐、啊，我们的识很裂呀、啊，很低裂呀、啊。富于尽习，就为这个尽这一生尽几生这个习气附薄住了。那对于这些东西一来，人家骂你一句，你马上就动火啊！你这个刚讲完金言经，你回头人家骂你一句，你马上就会动火了。这就是什么的习气？因为他不懂吗？无我相无人相，无我相无人相，他骂你了，谁骂你呀、啊？哪有个人骂你呀、啊？那谁你他骂的是谁呀、啊？骂黄连祖，没有黄连祖，他骂谁呀、啊？那不就解决了吗？那可是这个你一般出来，你无我相无人相讲得很利索，但是人一骂立马嘣一下这火气就来了，无名三千丈啊！所以那就是这个习气啊，这个习气啊，注意点，不知道这个远大，这个自信之心量，自信之智慧，与十方诸佛相等啊啊！我们这一念呢、啊，这个功德啊，这殊胜啊，你是不可思啊！啊，不是其他的功德所能比的啊，所以他有一点点不如意就不信了。那么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凡夫啊，就应当听佛的话。这个我们凡夫只当确尊佛言呐、啊，确确实实听佛的话。阿弥陀经告诉我们，有世界名为极乐，有些东西有佛号阿弥陀，叫我们信，叫我们念，叫我们发愿，咱们就照佛说的做啊。因为佛是大慈悲心呐、啊，啊，你看跟那个舍身饲虎，割肉喂鹰，这种慈悲啊，啊，多杰是这么修行的，是吧？啊，这是大智慧呀、啊，啊，九十五种外道都学遍了、啊，超过一切，啊，佛的智慧大智慧呀、啊，啊，而且说的是诚实语啊，佛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异语者、不妄语者。说真实不虚的话，这个没有一点虚妄啊。佛的话要不信，你还信什么呢？所以我们有时候道理虽然不能懂，我就说咱们养信呢、啊。上面说的话有的道理很深的，我们慢慢的可以懂啊，有的能懂就好极了，是吧？那么我们现在先要信了。所信佛的话可以分成两类，一个是信他的理，第二信他的事。所以还是理事，所以我们这一切问题就是他有理有事啊。信他理是什么呢？信我心就是净土，我性就是弥陀。
所以密法他一修法就自己就正本尊了，在法上在坐上自己就，我跟我修观音，我自个儿修去，观音在修法，这就是把这个理呀、啊、跟事就结合起来了，这就是把这个理呀、啊、跟事就结合起来了，啊，现在我们应该这么信呢、啊。啊，我们这么信呢、啊？我心就是净土，我的本性就是弥陀，这叫信理。信事呢？信西方真有净土，西方真有阿弥陀佛。那这是两个一块信，就叫就这就跟那个偶遇大师一样了吧？偶遇大师不告诉咱们六信吗？叫信事信理吧，是不是？那偶遇大师从咱们这祖宗这么说过来，咱们资粮里边啊，大家又都得到资粮了，是吧？这个是咱禅宗人说的吗？还是一样的话吗？这样的信解才叫做这个事就跟理这个也是可以分成两个，然而它也不是一个和两个啊，这个很是圆融结带的不可思议的，这样的信解叫做正信呢 啊，只信一边啊，信的不圆满啊。如果信理而不信事，信事而不信理，叫做偏信呐、啊，这不是正信呐、啊。行人如果没有得到正信，就必须要博问先知，广考经论，要向善知识去请教了，看书啊，寻你自然冰石，正信自然现前啊。就正信现前之后，才能发得起大愿，才能引得起大行，直接去取菩提。再下一辈子，再下一辈子，再下一辈子，再来了。有的人呢，天才很高啊，一看经论呢，就说我已经得了正信了，可是不知道他这个太这个啊，等到这个习气这个业障一出来，就被束缚了啊。这个就还是一种图解，不是正信呐、啊。要真正信的急啊，就像相信虎能够吃人，你就不敢去找老虎去了。这是真正信。你要对于信这个净土宗也是如此啊。这个就是要有正信啊。这个第三就是念佛的正行，怎么修行？要有正修行啊。我们这个念佛才是正修行啊。所以他就说，敬业行人既居正信，当修正行呢。真谢了这个大禅师，他的这个法号叫真谢了，我这个真谢下来了啊，真谢了。他说是。就讲这个念佛正行也分好几种，啊，就各种根器啊，各种不同的念佛。他说是真谢了的话，他说你把这个佛号都跟参话都当个话头一样，一切时间就是直接提起来啊，不是用有心来念，也不是无心来念，也不是拿也有也无的心也念来念，也不是拿又不是有又不是无的心来念。所以这个就是咱们一上来做不到，这是这个叫做理念的啊，这个做不到，但是我们就知道这个啊。那么念到什么呢？前后计算，这前后计算是什么很重要的事，我们就念妄想，一个妄想紧跟着一个妄想紧跟着一个，从来没有停止过。就是我们的修持，不管你修什么，其最你的目的就是要使你这个妄想前计和后计中间有个断，前面过去了，下面没生，中间断，这叫前后计算。妄想断一断，有的人一断他也就是悟道了，有的人断了不再起了就正道了。这就是这么一个就是这么一件事啊。那么这个真正前后计算的一念不生啊，你就不设阶梯，不要经过这个次第了。说这个念佛是原正法，是原教，它不讲次第了，一超直入。所以密宗的这个大圆满，这个禅宗，这个净土宗，都是这个原正教。
一锹直入，不是要一个台坡一个台坡的那么爬的。你念到这个程度的话，你直觉你就超登佛地，这就是理持。所以这个密宗即成成佛，跟这个道理是一个道理。施持的呢，有专其智，依其律，这个大家可以做，是吧？那理持不容易吧？我的心很专，我就不去搞别的了，不去想别的了。但依其律，我这个什么都不想，我的思想就是一个心眼了，就把这一句阿弥陀佛、那么阿弥陀佛，靠着像靠着一座须弥山似的，啊，说什么你也动我不得，我就是靠定了这句话了。你苦也罢，乐也罢，你这个这顺也罢，逆也罢，那么阿弥陀佛，那么阿弥陀佛，朝也如是念，暮也如是念，啊。行也如是念，坐也如是念，应缘皆物。有人来谈话，有客人来访，家里有事，小孩要跟你要钱等等，你都不要忘记这一句，正义顺利境界也这么念，这一个清净的念能够相继，就那个大师之父自得心开啊，这个跟那个理持的未尝少矣，这个很好，这点很了解。你那个理智这么做，都这么念的话，这就是大势至菩萨的话就出来了。不加方便，自得心开。你这个心开跟那个理智的心开没有两样。啊，所以说话它很特殊啊，所以它很平等啊。你只要专心致志能这么念的话，念到你心开的时候，啊，你跟那个理智，所以这个孔子也说，有的生而知之，有的学而知之，有的困而知之。这一知之也一也，那你知道之后那是一样的，所以就是说这也是一个道理。那没有得心开，你念着念到这个情境，没有得开悟，离命终时定生彼国呀，决定了生死也不是中下之品，这给你保证，这是给你设计，品位还是很高。你念到这一步，你纵然今生没有开悟。你也定生彼国这大祖师给他们就是下了决定，给我们保证，而且品位不低，不是中下品呐。说这个事是人人可做吧？那古时候一个叫葛继之他的一个老婆是织布的，古就男耕女织嘛，男人念书嘛，女的就织布嘛。他后人叫他念佛，他就念佛，他就说了，说的一来一去。他的梭子是用，他的过去用手啊，不像那种激动，他这个梭子拨一下梭子念一句阿弥陀佛，拨一下念一句阿弥陀佛，就成天这么念。那这个当时也很勤劳啊，那整天得劳动，得织布啊。她丈夫是信外道的啊，修仙的，所以说你干这个没有意思，你跟我学吧，你们去修仙道去吧，他不为之所动。这个念一天念的阿弥陀佛现前了嘛，现身了嘛，光明照耀，她下来可顶礼，你叫她丈夫顶礼，丈夫这个丈夫没看见，全身看见半身，她也顶礼了，她一相信感觉念佛真能见佛啊！既然这样的话嘛，那临终接引的都是事实，要不他不就把那些仙书都烧了？我一看人家就把这些书烧了，这么这两夫妇后来都生净土。就是这个，就是在这个日常劳动之中，但是呢，这跟黄打铁又一个例子了，就这么做，这个有什么说这是最容易嘛，最稳嘛，是吧？这个不出一点我毛病嘛，是吧？也不会不容易不琢磨嘛，他这没说，给你补充一句，阿弥陀佛，这个念琢磨的事情很多啊，所以全堂都把楞严咒什么挂上。这个楞严经，你不用咒加持，你用操坐禅，你不琢磨是不可能啊！他这个念佛的人，这个阿弥陀佛派25个菩萨随时随地保护你，就最稳的。这个是再往下，力量不及功夫人，还不如这个，所以这个是大慈悲。这个是过去两种了。一种是就朝正朝佛地了，第二个也跟他一样，也第三个，若果力量不及功夫未存，
没有做到这么绵密，必须随力就是随你的力量，你有多大力量，你使出多大力量。啊，你身体不好，你有病，你不能念那么些，你尽你最大可能性去念，叫随力，不是主动放弃。啊，我正来一本好小说，我就看小说要紧，我把这个佛就忘了。叫这个电视节目好，那我就看电视要紧了，这叫主动放弃。是不是没这个拉着你必须看电视，不可不是非看小说不可，说你喜欢电视，你喜欢小说，你把你工作耽误，说主动放弃就不原谅，这随力，或者陈坤理念，或者亲身实践都可以。像这明真法师，他是禅宗，他一天早上去修十年，积功累德的建培善果，是吧？要在信愿兼顾，这跟偶遇大师完全是一致。要点在哪儿？要让你的信心愿力是坚固，心愿只要坚固，是临终必获往生。事情很多，事情很麻，没有那么多功夫，你没有这么念能够，你就念不了十万，三万也念不了，你就尽你力量去念，连十年都可以嘛，这么一坨大愿嘛。要不看这话说，只要把心愿坚固，是临终必获往生啊。所以这个祖师大德都是一个鼻孔通气啊。啊，你从这么看才这么看去，只有增加他们的信心了。它是一回事，一个道理，一个主张，啊，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个各执一词，吵闹不休，这不就是这个啊，是非常一致嘛，啊，但是品位低一点嘛，就是晚一点吧。这就好像你考试，你考了一个第末名，你中举人，第末名举人。但是还管你叫举人呢，我姓黄就黄举人，没有人还是家父启动说你是第末名主人嘛，你举人的一切都可以享受。啊，现在你考大学，有的人你备取，备取就有人他不来，那么你补上了，那跟考题一样嘛，是吧？你这个备取把你录上了，也比你考不上强得多的，所以就品位低一点，还是可以，这就是合适的啊，把种种都可以收进去，这就叫正念，要念掉，要念，要修持。那么有的人呢，这个我们再推广点，当然这个净土宗正宗啊，那你就是念阿弥陀佛了啊。但这里头我们还有修密的，还有说什么，你能打一句咒语也是这么念，也是一样的啊。这一点呢、啊、就是什么啊，我敢啊，给大家保证这个事儿啊，你这真是一句咒也就这么念所得的这个，但是你这个咒莲花步的咒啊。那么这样的话啊，你就是念其他部的咒，如果你的信心随意也可以。有人就念位于金刚咒，三位于金刚，往生的有啊，啊，所以就是这个事儿啊。所以这当然是最好，大家是净土宗保，你念佛会最普啊。其他的啊，你念观音圣号啊，这要念的是这样的程度啊。第四个兼修众福啊。我们敬业行人要专念阿弥陀佛者啊，也修广修诸福啊，啊，要做其他的事情也要做呀，但是以这个为主啊，啊，为是助啊。观经讲啊，欲往一生彼国者，当修三福啊，就是出世三福啊。啊，正国老法师过去他讲净土宗，我说我讲净土宗，我只讲两个，一个讲出世三福，一个讲阿弥陀佛这个第十八愿，抓住要点，是吧？啊，这要大家要修出世三福，啊，这个弥陀第十八大愿就是这愿生我国那个至心愿来的，乃至十念不生者不取正觉嘛，你念十句都可以嘛，啊，弥陀佛三福嘛，一个是孝顺父母嘛，所以这个孝道很重要嘛，奉事师长，啊，我们对于师长去看看那个尊师嘛，很重要嘛。那么今天呢，师父活的时候我们可以奉事啊。师父往生了，师父离开了人间了，那我们这个今天就做得很对嘛，大家修法超荐嘛，是不是啊？拿着法回向嘛，这就可以修出世福嘛。就刚才我们赞叹大家嘛，就这个意思嘛啊，慈心不杀啊，不要去杀生啊啊，使这个众生啊都爱惜他的生命啊啊，你叫他死叫他死啊啊，这中国字老话，天有好生之德啊。啊，所以我们既然是这信了佛呀，啊，这个叫慈心不杀呀，这是啊，修十善也修十善啊，五戒十善啊，二是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规，要持戒啊，
我们那时候兽界啊都很踊跃啊，兽界就是我们必须要很好把这个界能练练研究清楚啊，兽界就不可以犯啊，这个破戒之罪的是严重极了啊，不管你是知道不知道啊，你既然受了戒你破戒你就要受报。所以因此我们既然受了戒我们就好好研究清楚哪些事是破戒的啊，这个戒啊就不能，这要求很高很深呐、啊所以这个事我们说这个要啊，不受则已啊，做了之后必须要发心要持啊，万一有犯赶紧忏悔啊，他允许忏悔啊，但是你也不，你破戒你也不忏悔，你也不知道，就这么多就是成天在破戒之中啊，那这个就你正在做很多很多功德，你这个顶不回来啊。所以这初是第二是持戒啊，第三呢就跟着发菩提心，深信因果，独逢大圣，全境行者，要弘法了啊，这初是三菩啊。这个中国法师讲的很多，大佬讲的，所以我就念一念啊，我的啊。所以今天我们练到这儿呢，我们也就还更追思啊，我们的这个导师啊，好的教导啊，这个很重要。这三种业是三世诸佛的敬业正因，他们成就敬业都以这个为正因啊。这个少法师说啊，有为随位弃之，则佛道难成。这些法王都还是有为法呀、啊，有为法虽然不真实啊。所以你把它扔了它，你佛道就难成。对，孝顺父母，这不是有违法吗？那有违法虽然不真实不究竟，可是你把这个扔了，你佛道难成啊！啊，无为虽然真呐、啊，你一念不生啊，执之则慧性不老。你执着了这个无为法，无为法我都不要，我就是要无为。那你不知道你已经是有为了，你就要无为，你这个要无为不就是有为吗？执着这个无为，你的智慧的境就不老了。这个就是一修念佛三昧求生净土殊成佛果的啊，就是自以念佛为正行，他更拿福德做兼修啊，晨曦常勤供养三宝，早上下午好好的供佛礼拜忏悔布施持戒，这一切都是众善啊，洁白这个三业，身口意三业啊，都让洁白，增修净缘，所修的一切善根都回向净土啊，这个就是顺水行舟，加上摇橹啊，就很好了。第五啊，今天可以把它说完啊，十一点钟，是念佛有正愿，念佛的正愿。所以这个说来说去啊，就是跟这个菩提大师的所谈的敬愿行啊，三资粮头一条啊，劝我们这个讲这个原理，讲这个理，讲这个事。第二条叫我们正信，都是劝我们信第三就是行啊，人念佛啊，这不是有信有行啊。第四，兼修正福是度行还是行啊？这第五就是什么呢？就是愿。所以信愿行是三个资粮，缺一不可。这个次序虽然有不同，实质是一样，我们就融会了啊！就禅宗大德所说的，跟咱们净土宗大德所说的一回事，就是要有信，要有愿，要有行啊！这叫谈愿。念佛的正愿。啊，知道了有心无愿呐、啊，其心必不恶。你虽然在修，你没有愿，你这个行就不丰富啊。啊，那有愿无行呢？其愿必须。我真发愿，我要生净土，我就是没有去做。你这愿成了个虚愿嘛？啊，行愿方知，就方登宝地。又有行又有愿，你才能登到这个极乐世界的宝地啊！故凡念佛者，就必发正愿了、啊，就劝他们发正愿了、啊。阿弥陀经处处在都发愿了、啊，求成净土啊！这个正愿是什么呢？非愿人天福报，不是求人天福报啊！现在我们往往还是求人天的事多啊，求这个求那个，什么什么的求大如意啊。也不是愿求全盛的小果啊，要求证阿罗汉啊，什么什么呀、啊？
还有不是要我一个人得胜净土啊，我们这不是这样的愿了。我到极乐世界就求我的时候，我生死可怕，我可出去了啊！我这个就是啊，这都不是正愿了。正愿是什么呢？乃是愿一切众生同生净土，同证菩提啊！哦，就你看咱们那个回向偈，同生极乐国嘛啊！这处处都在启发咱们嘛，不是为我自己嘛？这个见闻者是同生极乐国，这个见闻者，大家不要以为咱们这念佛。就是咱们在座这些人是见闻者，你知道虚空之中眼所不看不见的有多少见闻者呀、啊？而且我们这个音声，我们这个负责一切都骗一切诸佛，老实话啊，说这个见闻者是很多很多的，同生极乐国。这个此愿一发，这个话很重要啊，大家听一听啊，这个愿一发这样的愿就能够具。无量功德，你看见没有？具是什么？就具有啊，具足啊。这个愿一发就能够具足这个无量的功德，能够消无量的业障和垢习，无量的业垢，能够破无量的魔网。魔网重重啊，实际真是如此了，实在可怕呀、啊！名是一面魔网，利是一面魔网。这个财色啊，这名食，这种种，到处是网，你不知道哪块被网上啊。有的人就被这个色网上了，有的人就被什么什么网上了，被利被什么啊，就魔网的太多了。但是你这样的愿一发，就能够破魔网啊，愿为成佛真种，真的种啊，是佛种啊，你发这个愿。永远成为啊成佛的真的种，有这样的广大的愿，愿自己的修行啊，愿供一切众生同生极乐世界，这个就是所谓的菩提心了、啊。所以菩提心是诸善中王啊啊，你才发菩提心，就好像茄林平杰一样，这个鸟在蛋的里头还没出蛋壳呢，它就会叫唤，它的叫唤的声音就超过一切鸟。啊，就与我们凡夫，你发了菩提心，你还没就好像那个鸟还没出壳，你还是凡夫，可是你已经超过许多许多、啊、其他的鸟了，啊，所以这个大愿不可不发，菩提心不可不发呀、啊，将来有机缘呢、啊，我们再抓一个机会啊，我们翻谈菩提心，啊，这个很深入的问题，很不好，不十分好懂的问题，那么简单的说就是信愿，信愿就是菩提心啊。啊，这个但是信字要很深呐、啊，愿字要很深呐 啊, 啊，这有点以后了啊。所以行人呐、啊，我们信人应该日日如是发，时时如是发，老是这样一条心呐、啊。我说从这样的心呐、啊、来修行啊啊，来做一些行一些善呐、啊，愿力坚固，无有变异，你的愿力很坚，不会变了，不会退了。就从那广济寺有一个人念佛来接他，他一想这么快，没想到佛这么快就，他一想还是很没办法，阿弥陀佛给你请假，再给他几年假，他就是要坚持到最后啊，所以我们一切贵是贵在坚持的。这么殊胜的一个法，一个凡夫怎么就念就能往生，就能超生死，就能这个到了极乐世界，他那个神通那远超一切阿罗汉，那失去了之后，你成佛的威力再说不在这个极乐世界，这娑婆世界一顿饭功夫就打来回啊。所以说到了这个极乐世界，原来到了这个兜率天就拜弥勒，那就是一顿饭功夫就来回了。那他神通到这种程度啊，啊，都是超过你本来你所能得的，你所的愿力，超胜一切嘛。啊，所以他这个就要坚持啊。就往往这个念佛的人，他往往你没有得到，没有看到我说的见佛了，因为一生他没有见佛，没有得什么瑞相。所以因此这就是个考验嘛。但你没有得到时候你还能坚持念到最后，信心坚固，
愿力坚固，披荆斩棘必定往生。但临终之前，你最后功败垂成，功败垂成就是功亏一篑。到快要成了，到这最后的一下，你不念了，可惜呀、啊！啊，所以这个临终一念是十分重要。所以我们就要坚持。我看老这是不管你是生病，不管什么是困难，就这句佛号，你就是坚持到你最后，只要你能念了，就把它念下去。这个敬业之功虽集于平日，而临终最后一念是最为紧要啊。所以五逆十恶，在临终的十念，地狱就消除了，就往生极乐世界了。最后的关键呢、啊，说这个呢啊，你平常只有十念那就不行啊，那是在最后这个关头啊啊，那就很要紧了、啊。该以生进生位入圣入凡呐、啊。唯此一念为之转机、啊、你是生生净土生未土，你是入圣入凡，你还是牛胎马服，这一切一切甚至于刀床剑术都是凭你这个最后的一念嘛。我觉得这个最后的一念是十分的关的重要啊啊！而最后一念真善心，有的人很好的真善心，他就变成十恶，变成什么呀 啊所以最后的一念很重要啊。每见念佛之人呐、啊，寻常都说求生净土，老都说求生净土啊。即临命终时，多无正念。很多人说有生为什么往生不了呢？啊，一辈子努力，到了临终的时候啊，他不行了，啊，没有正念，啊，这还是古人说的呢，古人的情况了。那现在恐怕就更严重啊啊，或者是贪生怕死，恋死癖障。就是贪生怕死，就留恋这个肉体啊，在活的时候要尽量想法保护爱护他啊，香养他啊，这个那么这种情况到临死的时候，哎呦，这个你这么爱护的东西还是得扔，还是舍不得，还是舍不得，那就不行了，正面就维持不住了。或者临终看看爱人，看看孩子，眼睛流着眼泪，难舍难分，外别离苦，嗯，也是啊，这种情感呢、啊，老的时候啊，老的火车上火车上飞机还有人哭呢，从来不，你这就这么样的亲属，到这个时候这一别不知何日才能相见，你这种视力不消除，你看不淡，这个时候他出现了，你把这个佛号念不成了，又不行，或者就纪念家财呀、啊，啊，我哪还有多少钱的时候，对我还有什么钱呢、啊？还没来就跟家里人说呀，我怎么可以告诉他呀、啊？啊，还有这个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呀、啊？怎么分呐、啊？这些事儿啊，关于境界不分，遇见很不容易的事情啊，受着冤枉，受什么暴恨啊，心中很恨呐、啊，很牢骚啊，很委屈啊，或者病苦逼迫啊，这儿疼那儿苦，身上插多少管子。啊，那就不痛苦了，简直是要念不成啊！这就是不容易维持正念嘛。在这种时候，就是咬紧牙关呐、啊，啊，真就凭这一句啊，底下也说的，不要太怕。你真正是啊，这最大的还是这个禅宗的这个观点了、啊。我们的补充从净土中这个殊胜之处，确实有这些考验，但是我们要知道。咱们真正是平常修持是如法的修持，真正是正信正愿很坚固啊，平常还修。你在临终的时候，佛就来如他的愿来接引你，佛就慈悲加佑，令心不乱。这就是咱们往生最大的屏障。可是你得符合啊，没错，这个愿力，你真正是愿生彼国，不只是这个两条心，真心一心一意的，信念不亏啊。啊，每天还有修持，临终你还没有放弃要去往生，啊，这个时候佛就加倍你，而且用三昧力使你得到一种三昧，也得到三昧力，你就能够正念分明。那么如果是得不到佛的加持，靠自己，你这个时候到这时你失掉了正念，还有就你最后能够这么念的话，也能感佛的
你本来还不够来接引你，你这时候你能够这么坚固，佛慈悲加佑来接为来接引你啊啊！所以我今劝行人呐、啊，到此啊这个时候啊，只要替信经文，相信经上的话啊啊，佛是临终来接引呐、啊，来加持啊啊啊啊！这个所谓慈悲加佑，这个令性不乱这个话，在玄奘大师翻译的经文里都有。咱们念的这个阿弥陀经里头提议没有啊，他就特别显出这个他力来了。阿弥陀来慈悲加佑你，咱们只是叫一心不乱，那当然不能，当年来一心不乱，那临终没问题了，念不到这怎么办，是吧？念不到这的话，那个玄奘翻译的还做八个字，我跟大王来接你，慈佛的慈悲来加持你，让你不乱，所以称为他力门啊，就不可思议在这儿，这一点就是咱们补充在这一点。如果这个是实照正念的，不是得不到佛的接引，那就要沉沦了啊！你要相信这个经文，把百般都放下，就第一口佛号念到底啊！所以观念就这样，所以这个就是说的这个啊，就是这个啊，这位大禅师啊，禅宗大德啊，他这个从禅宗开悟啊，这个大祖师。啊，他自己念佛，他这个从研究经典，他对这个净土法门啊，我们这个要领是什么啊，这他的一篇文章啊，11:01过了，我就结束了啊。这个呢大约很多老修行啊，但我们不过就是说从啊又从一个角度啊来理解这些事儿啊。那么关键呢还就不它是五条吧。啊，这个临终一念还是行啊，还是修行，修行到最后，就说了这个五条归纳起来，还就是个信愿行，要有信愿，要有行啊，而信愿是关键，他也说了啊，只要有是信愿的关键，我们不能够是念得很多，念得很好啊啊，有某一大师说啊，你信愿坚固啊啊，你这个。往生与否全凭信愿之有，到底能不能往生就全靠你有没有信跟愿，信要正信啊，你有没有真实的愿力，真实愿，既然愿生极乐，就别再留恋娑婆了，你留恋娑婆又说我愿生极乐，你脚踩两只船，这个愿就不坚了，临终怎么样就难说了，你的脚到底在哪个船上就难说了，你真是深信切愿，就你有心一定往生，不管你念得好坏，念到什么情况，品位高低凭你念佛的高下，念到离心那当时就是大菩萨，是不是啊啊，念到适应心就是知识罗汉啊啊那么你不到这个程度，慢慢花开见佛，是吧啊，那是凭你念佛的情况，所以我们这个呢，是既然修净土的，大家都是居士，量力随分，个人就有个人的情况，努力去念啊。但是我们不要紧的，要培养这个正信，要发起真正发起这个大愿。像他说的很好，你修这个大愿，你就具足无量的功德，你就消无量的业障，你就破无穷的业网。啊，这跟某一大师说的都是一致的啊。啊，所以就是这个，我们还是把这个偶遇大师啊，再把他这个地方补充一下啊，咱们就可以这个路啊就很清楚啊，就是操之在我了啊，我自个儿向下六这个决心呢，人人都行啊，大家都希望直接见面啊，所以我的先师啊、夏老师啊，听到这个净土法门，他回来把屋子都这么热，都很小，叫了好几天，哈哈，喜欢的啊，他说，说我这回可有办法出去了。就除了这个法门呐、啊，要出这个六道啊，是难呐、啊。断定了见思惑才出得去，见思惑咱们最后那个贪嗔痴慢，都是咱们人世的天界的贪嗔痴慢，要把欲界天的、色界天的、无色界天的贪嗔痴慢都得去掉了，你才能去的。出是这么难呐 啊，所以咱们这个就是凭这一句啊，咱们有信有愿呢。啊，还不管你念多念少念好念坏啊，只要你信愿是真的，就决定是往生。所以因此，咱们出这个佛陀，咱们往生极乐，人人都有份啊。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跟夏老师一样啊，
欢喜呀 啊我们这个将来咱们接一个在极乐世界再相会的音啊，我的供养就到这儿了啊。